好，看呀，冰雾、冰霜、片片花，炽热片片花，那他们两个可以自相残杀。深渊霜落激流，霜落激流，冰法师、水法师，那他们四个也可以自相残杀。雷音，雷音怎么打来着？这个是，这是谁啊？你是水火冰区域者，你是怎么办呢？让我们先凭借诺拉的判断来选一下人，冲冲冲，看看有什么厉害的。帮帮忙！怎么能有那么多啊？他是为什么要安排十二个怪呢？好，还可以，接受范围之内。哎，有点操作，这个深渊法师有点操作，不让他们行动。控制住。哦 ，no！ 感觉会记，剑术无痕，别太荒谬。千里长驱，散剑，狂攻出世，嘿，天下，什么？是什么？怎么就没了啊？不是吧？风动离形，别担心，是难缠，怎么回事？深海加护。好，现在我们的目标是不死。大大大大大！三个这个使徒，给你分享，话是真的，据说又多了三倍。天道，只剩泥人了，投降吧，投降吧。好，一心过也是过。化神，不甘心，怎么能够这么完美的每个技能都吃到呢？太不容易了。固若金汤，这里我们要注意闪避。胡桃现在血量非常微，完了，又记啦。还不如小草神，就这样，两只怪还有两只，一层放四个怪，先不会痛吗？无休了，休想！不是他们这个攻击，就是。配合的也太好了吧！好，终于死了一只，不容易。起舞吧！好，终于见到了另外两只。不是吧？不是吧？没事吧？这样显得我们的智商不对，是诺拉的智商还没有这两个怪高。电气化神。好。第一次没打到七分钟之内就是胜利。好，最后一关了，是不是最后一关了？对，没错。那我们现在就3v1，只有他一个人，我们要赢了。好，我们要胜利了。他没有两条命的，无敌了，无敌。敌了，无敌了。生命 ，no， 终有尽时。完了，现在只有两人了。哦，还有戏，还有戏，大家还有戏。还有些，我们不要认输。固若金汤。只要我们不死，只要我们还有一人可以战斗，就要战斗到最后。好，被打下来了，我们要赢了。此乃天道。Oh no， 还剩一点点。好气。
还有一分钟，丝雪能不能打完呢？你很疼。固若金汤，我真知天下，你要教之以德。钟会无敌，太强了，受不了！即便已经死的死，伤的伤，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。即便是零星，就算是诺拉也坚持到了最后。